Hello everyone, I'm Yuchao Yang and I'm a professor from Peking University. I also serve as Associate Editor for APL Machine Learning. 大家好，我是北京大学杨玉超。APL Machine Learning 是 AIP 出版集团最新的一本面向机器学习和应用物理交叉领域的学术期刊。我们的期刊关注的领域包括两方面，一方面是将机器学习技术用于加速科学发现，包括设计新的材料、实现新的功能等等。另一方面是应用物理科学的手段来构建更好的机器学习系统，包括开发更高效、更智能、更实用的机器学习加速器、类脑计算芯片等。欢迎大家关注投稿。